我们的客户很着急，我们的时间来不及，客户直接跑到我们工厂来抢货的，因为时间来不及，后来好多好多旗子都没有包装，直接就装进了箱子里面运走了。 通过旗子，我知道了不少的那一种时事，那个那一种的信息，所以呢，就我感觉也是挺高兴的一件事情，毕竟长知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做旗，我自豪，我高兴。每一面旗帜背后，其实都有一个故事，比如是，这一次英国女王事件，他们采购的这些旗帜，都是为了去深深的去哀悼英国女王。